由苏有朋执导，王凯、张鲁一领衔主演，林心如特别主演的电影《嫌疑人 X 的现身》即将于3月31日全国上映。《嫌疑人 X 的现身》开启宣传以来，苏有朋导演就被主创们屡屡控诉太过严苛，明明是来宣传电影，主创们却忍不住在现场大吐苦水。叶祖新爆料，主演们在重压下为进入角色都变得相当丧。拍戏的过程中，当你一个反应你比如说一个台演的反应你要演30遍的时候，那时候完全就是崩溃的。哎，台演的表情演30遍、会不会到最后眼睛又抬不起来了？我也不知道后来我是怎么完成的。连续2次出现的30遍梗也让苏有朋导演获封史上最严苛导演。彭导演在现场感谢了全力支持他的主创团队。在电影开拍之前，网上的质疑声让他被骂怕了。我也是情非得已啊，主要是开拍之前我真的被骂怕了，网上有一大片的质疑，然后这个题材又不是很好处理，所以我就尽量要求自己在过程中每一个细节的都使尽全力吧。我想谢谢大家所有人的配合还有容忍和包容。所以对于苏有朋来说，这是非做好不可的事情。电影《嫌疑人 X 的现身》将于3月31日正式上映，敬请期待。